Hello, everyone. How do you do? 孩子们，你们在家上课都还好吗？I miss you so much. 我好想念你们呢、哦。好，那今天我们的英文课呢，要来复习我们之前学过的字母。那请各位聪明的小朋友拿出你的英文习作，take out your work book and turn to page twenty eight and twenty nine，and 翻开。 二十八页、二十九页，并准备好你的铅笔哦。Take out your pencil。好，那我们准备来进到 Part A，进到 A 大题喽。我们一起来听听力。Let's go。Part A，Listen and circle。A 大题。 仔细听单字和字母发音，将听到的单字图和字首字母圈起来。Number one, zebra, z zebra z. Number two, box, x. box x. Number three, watch, w. Watch，哇！OK，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哦。Number one，zebra。Number two，box。Number three，watch。OK，Let's、okay, move on。我们接续着看到 Part B，B 大题。Part B。 listen and check B大题, 仔细听句子, number one let me help you thank you let me help you thank you number two follow me follow me OK，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喽。Number one，Let me help you. Thank you. This one. Number two, follow me. Follow me. OK，跟着叔叔一起出去玩喽。OK，我们看完了 A、B 大题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C 大题要习写的部分 C and chase。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列小火车从 T t tiger U a、uh, umbrella V v vest W w watch X x box Y y yellow Z z zebra。 OK，请小朋友把这些字母的大小写依序把它写好，描写好哦。好，如果你都已经完成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一起看到第一大题：read and stick。那我们要翻到你的习作五十五页后面附件贴纸的部分，我们一起来。 搭配大小写的顺序。第一题是小写的 s y z y。第二题是大写的 w x y。第三题小写 t u。 V，第四题大写 U，V，W，OK，、okay, 小朋友，请你一定要配合后面五十五页的贴纸，把它正确的贴上哦。OK，put、okay, on those stickers。 OK，如果你都已经完成的话，我们就要接续到下一页喽。好，那我们接着看到三十页。好，三十页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看：Fight, Circle, and Chess。 找一找，圈出汤里面的字母调味料，再描写出汤里面缺少的字母哦。各缺少了三个字母，我们来看看要把什么加进去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 T，Big T。 大 T，然后呢，我们接着要找的是 Big V，V here，and next one Big Y here，salt 这个盐巴，接着呢 Z，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ushroom 蘑菇。好，这边都找到之后呢，我们要把字母描好。 分别是 U、W、X、U、W、X。好，这个是 number one 第一题。好，我们接着来看到 number two，我们看到小写的 U，milk 牛奶，这个是小 U。 我们接着看到小 z small z here vegetable right 蔬菜。接下来看到 small w w here water 这个是水。下一个我们来看的是 x here butter butter 是奶油。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不见的字母：small t，small v，small y，t，v，y，here。OK，那这边给各位聪明的小朋友一点时间把它完成。 那请各位小朋友啊，记得，如果你的习作上面有做擦拭的动作，就是你有用橡皮擦擦过，觉得写的不够整齐的字，请你务必要擦干净。擦干净之后再重新写上，才不会显得部分非常的脏乱哦。请你要切记，当我们使用擦布的时候，要稍微用点力把它擦干净，我们再进行重新洗写的动作。 OK，如果我们都完成 finished 部部分，我们就继续看到下一页喽。三十一页部分 recorder 这个，我们要复习一下这些字母。好，那 number one 有 V U T W，我们要把它排在正确的顺序。 那我们来看看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呢？啊、wow,，我相信有很多聪明的小朋友马上就知道了。没错，T 放在最前面，T U V W，没错，W S Y N z l e t s r i t e S T U V，好来，这个大题还需要小朋友特别注意的就是大小写住在哪一个楼层，所以要请各位聪明的小朋友仔细的将字母书写在正确的格线位置上。大写的通常都住在一二楼，那小写的呢？ 请你要特别注意，它有时候脚会伸到地下室，那请你就要把它写好哦。各位小朋友，今天辛苦啦！我们今天习作写了四页，希望你们都能顺利的完成，也希望你们都能对自己的作业负责任，好好的把字写漂亮，写整齐喽。期待下次我们在学校相见。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